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噼里啪啦》。吴孟达作为周星驰的老搭档，两人出演的喜剧片带给大家无数欢乐。如今，吴孟达已经66岁了。春节的时候，吴孟达参演的《流浪地球》真是引爆票房。就在前几天，一家游戏公司发布了吴孟达代言的照片。虽然照片中的他还是和蔼可亲的样子，但是岁月的痕迹很明显，忍不住让人感叹达叔也老了。大家可能也好奇，吴孟达这么大岁数，为什么还在为生活奔波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吴孟达还要为家庭生计努力。据说吴孟达结过4次婚，共育4女1子，承担4个家庭的经济支出，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每月近百万。以前的时候有和周星驰的合作，如今失去合作的两人，吴孟达只能自己找戏缘。2015年的时候，还有报道称吴孟达疑似过度劳累导致心脏衰竭，让很多粉丝十分关心。吴孟达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，人为金钱四处奔波，着实令人心酸。希望吴孟达能健康的带给大家更多作品吧。